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退休睡八个小时。我很久没有睡八个小时。您好，我是 Amy Tom， 我是 AJ Delights Muffins 的创办人。我们位于亚历山大村，今年呢是第十个年头了。我们呢是售卖muffins， 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，结果我们就学我们的方法的，就用我们的名字吧。A 就是 Amy 吧 ，J 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创办人的名字，就是 Jerry， 也就是我的先生，他也是店面的 chef。Jerry 是在空军部做维修，而我本身呢是一个文员，到了四十多岁，要不要做些我们喜欢做的东西呢？还是我们就这样继续做到退休？所以我们就决定，倒不如试试我们想一直想做的东西，就是烘焙。Jerry， 我刚才有说他手比较巧嘛，所以 Jerry 负责 operation， 就是烘焙啊，准备功夫啊。我本身呢，因为是文员出身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是 sales 啊，可能就是 Facebook、Instagram 啊，可能是 HR 啊。AJ Muffin 的特别之处呢，在于它是松软 fresh bake， 用很好的食材，包括我们用的 berry 呢是用真的 berry 而不是果酱，然后就是这种点点滴滴加起来呢，那个味道有点不一样。工作里面没有夫妻。Jerry 本身是engineering background， engineering 是很有规划的它是很慢条斯理的，我是急性子的，我东西做就要快完成它，所以常常都会有摩擦。其实做小贩是很难的，是很辛苦的。我以前在冷气房做，小贩是没有 aircon 的，这个小贩中心是没有 aircon 的。我记得前面三个月我热到我的身体起 rashes。我觉得客人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有些就放在 Google review 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吃，有些就传个 message， 还是就在我们的 Instagram 或者面部说哎，这个东西我们喜欢，我们都很开心，这就是什么一个动力吧。最终的目标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退休睡八个小时。我很久没有睡八个小时。不是啦，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这个小档口能够成长。